我想問清楚呢本個兩樣嘢，我想問頭先嗰個時間上咧係停落黑嘅時候，即係佢個時數係四一，後面係即係四一五三九，即係四一五三九，即係四一五三九。嗱，我盡量避免咧，即係比賽嘅進行啦，即係真係要有機會參加比賽就參加。如果係比賽就繼續進行先。不過都可能喺度咧，即係一個疑問，即係到底會唔會其實四分十秒零零嘅時候就應該已經係叮叮叮同咗暫停啦。咁所以咧，就呢個可能你諗下，可能賽會慣常嘅呢個做法，按賽會為準咁樣。咁但係我哋比賽就一齊嘅。
就係會有分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咁回答翻有分同學嘅問題啦。其實有分同學一直喺度質疑緊我哋全年級，質疑緊我哋創新活動呢樣嘢。但係有分同學所講嘅持續學習，你就係我哋所謂嘅創新再業工。首先就用三個點嚟睇下相關之間嘅分歧啦。有分同學今日都承認咗，個人同埋全人發展對有對學生嚟講係重要嘅，亦都冇反對過暑期再業學習可以幫助小學生達成以上嘅目標。今日我方主辯就問有方案。高信博士所講，現代父母為咗鍛鍊細路，往往
容易俾佢哋發覺出個人興趣同埋潛能。就例如喺2016年，咁上好天堂小學就取消咗全港只暑期作業，淨係要求學生做嗰份觀音或形式交流報告，俾佢哋更加多嘅自主學習嘅機會。升小四嘅健仔同埋升小六嘅婷婷，雖然一度被暑期作業嘅壓力困擾過，令到佢哋非常之唔開心。佢哋認為暑假唔要過係咁嘅，但係嗰個暑假佢哋需要心掛掛咁樣，啊幾時做曬暑期作業啦？哎呀，我要未做曬啲暑期作業咁計啦，點算咧？而係諗喺香港邊度做小精靈，兩子係做咩工作，做用咩題目做報告？佢哋父母對子女嘅喺暑假嘅表現加添好反感，更加體現自己子女嘅學習壓力完全冇曬，親子關係亦都進一步改善咗，令到快樂。其實，小暑期作業真係帶嚟好一代人。想問下有方同學，係咪覺得學生嘅成績大過啲？小暑期作業對學生嘅成績有少少嘅幫助，咁就可以完全忽視曬學生其他方面同埋發展身心健康咧。多謝各位。
可以鞏固到知識咯，就即係可以俾學生可以令佢哋知識更加鞏固，為佢哋心入邊嘅知識有個更加好嘅鋪排咯。再問下有分同學啦，見而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學生其實攞啲研究義工咁樣，唔係因為死慳佢哋要做啲乜嘢咁傳，對於傳承發展係咪一個利處咧？
話啦，就真係話啦，啊呢個係最恐怖嘅，佢本身嘅問題啦，你都講翻其實亦都承認咗自己學習嘅重要性，當然自己學習嘅都係我哋創新隊嘅一個，咁點解有分項直接承認咗創新隊係冇用嘅咧？咁其實嘅分項，所以今日嘅題目就係好矛盾啦，所以其實佢哋就係話咩啊？要再加個創新兩個字。Thank you.
較傷口曬咧，老師咪更加忙咯。老師一方面又要管轉團強咁嘅暑期作業，又要理新型暑期作業，咁不過咧係咪自打嘴巴咧？相反，我翻方案就話要取消曬，因為我都見到現況就係、是、而家啲老師就好忙嘅，坐喺度啦。而且咧，有方亦都同意咧，新式嘅暑期作業其實係建咗學習喎，但係有方又冇提出新式準備有冇有邊啲，就係有方又講到專題研習，咁專題研習呢樣嘢係咪個學生自己想做嘅咧？咁不如有巴士老師啲人話。第二個咧就成效啦。今日咧有方同學用一啲成用專家嚟敲襲我哋啦，就話：只要做咗好主力功課咧，個成績一定會上升啦。但我方見到其實唔得嘅喎，因為今日個成效其實好低嘅喎。咁因為今日啲老師又唔揾學生，又唔認真做嘅情況，成效好低。今日有方同學就覺得暑期作業呢樣嘢就存在就位，就可以提升到學生嘅成績，但係咪真係咁咧？我方其實好疑惑嘅。其實咧，今日有方同學咁保留咧，暑期作業。因為他們個個都資質聰明，人才濟濟，幾乎暑期作業佢嚟講真係濕濕碎啊！甚至乎啲暑期作業頭嘢都做曬啦。但係好多同學咧都係平等嘅，而且佢哋都係平機限嘅，都需要休息同休息啦。有方同學咧，其實今日由頭到尾都係忽略咗一啲特殊需要學習嘅學生嘅，佢哋咧就覺得所有嘅學生就一定會做得曬啲暑期功課啦。但係呢啲學生佢哋往往需要你同佢花幾個或者數十個嘅時間，即刻完成一份作業。今日一個理應好休息充電。有方同學就希望啲小學生全部瞓喺啲暑期作業之中啦，但今日我方見到取消咗之後咧，啲學生真真正正好好休息啦，同埋可以自主規劃自己想做啲乜嘢啦，周流去玩下童年，令佢哋童年會更加好啦，甚至乎新興國家下都流行咯。幸運嘅人咧一生就俾啲童年照顧，不幸嘅人咧一生就自問童年啦。其實到最後咧，不妨就反思下，每當你問咧揀咗老師點解需要做呢樣嘢，大多數都講冇用啦，可以冇點解？因為佢哋覺得冇咗暑期作業呢度，啲學生就會狂玩，一味狂打機，唔做嘢。點解佢哋會咁諗咧？因為咧，佢哋已經陷入咗一個閉環啦。佢哋一開始就已經唔信任啲孩子，咁咧跟住咧就覺得要咁樣。就正如咧台灣康文署署長所講咧，佢話台灣咧就取消咗暑期作業。佢康文署點講咧？就話開始諗咧就有改變學習文化嘅理念啦。佢話相信孩子，尊重孩子嘅表現，一定會超乎我哋想象啦。咁點解我哋嘅孩子唔夠咧？其實唔得咯，點解有方咁完全唔相信嘅同學？所以有啲希望佢哋望子成龍。咁又得又大，有邊個靠佢哋思想？我識講你。Thank you.
一係會唔會係正方停止錄影，咁你可以去做個相關嘅檢查。